你们店开了好久了哟？开20天了。开了20几年了呀？27，走到月津路站下。这里是重庆市大渡口区月津村街道，我们在地图上搜到一家油茶店，准备去尝尝。大烟村，我们准备在那附近找吃的。现在有点下雨，下雨都没有去走那些镇了，镇基本上都我们走完了。我们还准备以后坐在公交车到处找吃的了。坐275公交车，在月津路站下车，过马路，往这条路一直走。这里好像是原来重钢的家属区。家属区里头来吃，因为在网上其实昨晚上搜了很多网红的地方，网上不是很想去，去了又很挤。大烟鱼村。然后经过这个广场。广场走到底，再右转，右转走到底，再左转。哎哎哎，那家，那家，找到了。哎，那家好，那家。哎，看是那家吧。哦，是来早饭的哈。对。有没有油茶嘛？有啊，油茶呀。好。哎，两碗油茶。都要吗？哎，都要。你哪个摄像机？在网上搜到你们那个店儿，做的好丰富。包括我们摄像的嘛？哎。哎呀，我刚才笑得那么久。从来搞不啊。你们店开了好久了哟？20天了。开了20几年了呀？开了26年了，哎呀，有点久了。嗯，好多钱完呢？5块。啊，什么钱多了？20,000块哈。老的，直接的开吃。这还太大一碗，之前在有些地方是很小一碗哈。大哥，分量真的很足，有点吃不完了。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居民楼的一个小店。哎，就在这个的居民楼楼下。在那按着我们了。嗯，我们来的有点晚，10点过了。油茶吃完了，我们又准备走下一家。油茶店儿，我想走那条路。